最近智障事故频繁，辖区内疑似因为车速过快发生交通事故，进而酿成伤亡。玉里警分局长黄静瑶为了维护安全友善环境，全力守护民众的行车安全，也加强宣导及临检，期望预防交通潜在危害，要降低事故发生几率。由于近日自撞事故频繁，疑似因为车速过快发生交通事故，进而酿成伤亡。玉里分局长黄静瑶为了维护安全友善环境，全力守护民众行车安全，加强宣导以及临检，期望预防交通潜在危害，进而降低事故发生几率。为了防止类似情事再次发生，经分析相关容易超速路段，本分局将部署警力执行测速等相关勤务，来提醒用路人注意行车安全。玉里分局交通组长陈伟杰表示，依据道路交通管理法则第40及43条说明，驾驶人行车速度超过40公里属于严重超速，可处新台币6000元到36000元罚款，另外也吊扣牌照6个月，超速40公里以内可处新台币1200到2400元，如果肇事者最严重，可吊销驾驶执照。记者高双双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